皇上，您真打算把皇位？哎，别说出来。这是圣旨。朕允许你看。啊，反了。皇上，您来真的？您真打算把皇位传给我呀？嗯，好好的藏着，关键的时候再拿出来。啊，奴才，儿臣遵旨。皇上，哎，皇上，皇上，母后，哎，母后，那老东西他喝了。嗯，那情况如何呀？太医们说，他现在已经半身不遂了，说话都不利索。很好，你马上去找董太师和李尚书，就说皇上病危，当下必须易除。啊，可是父皇，那个老东西他不让朝政讨论太子人选。当年那老东西明摆着不想让你做太子，现如今秦小川出现了，咱们必须先下手为强。母后，您要帮帮儿臣啊。那是自然，当年母后好不容易把你大哥弄成残废，这些年又防着那些狐妹子的肚子，才有了你如今独一无二的皇子地位。我绝对不允许有人惦记我的江山。朝臣们都打点好了吗？都打点好了，文臣武将没有一个人敢帮秦小川。哼，秦小川自己找死，咱们就成全他。